我跟我女朋友就很常坐在地板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看着电视，然后就吃，就直接在那边吃，看着这些奖牌啊，边吃饭，我都这样。摆在中间当然是奥运金牌，2020东京奥运，以奥运做一个终结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退役的舞台。三个形容词形容你的搭档王麒麟，高富帅。那用三个形容词形容自己。蔡妍讲的矮胖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昂，今天带大家来看我新装潢好的我家。我的家的格局是两房两厅两卫。现在看到的地方是我们家的落成区，然后平常我都在这边换鞋子啊。当初跟设计师有强调说，我希望说可以有设计感强，然后整洁、舒适、明亮的空间，然后收纳区域也要够多。接下来往后走就是一个推拉门，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洗手间，在我后面则是又是一个收纳空间。那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家有很多收纳空间，那看起来会比较整洁。我跟我女朋友就很常坐在地板上，就这样。就这样看着电视，然后就吃，就直接在那边吃，就会觉得有个大茶几的感觉，然后就很舒服。我看到你这边有很多空间收纳的部分，就是用来丢零食的。哇，好疗愈哦！我跟你讲，藏起来的时候比较不会想吃，但你放在桌上的时候特别想吃。但你藏起来的时候，你就是啊，知道我有这个东西。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这一面墙，看着这些奖牌啊。边吃饭我都这样，我觉得每一个牌它都有它个别的意义。像这一个，它就是我们第一个年终赛的男双冠军，然后我们台湾第一个。再来这一个，我们第一次拿到 BWF， 就是世界羽联的最佳进步奖。为什么会是选这个？是你想要第二个介绍的？我觉得最佳进步奖不容易拿，就是那种世界羽联肯定你这一段时间的进步。那最后一个最重要的，摆在中间当然是奥运金牌。2020东京奥运，哎，那你接下来又要去参加奥运了？对，没错。有没有信心？就是拼尽全力，希望可以代表台湾夺下最好成绩。那因为这是你的退役赛，对，会不会给自己压力很大？啊，我反而觉得很开心呢。啊，为什么？我觉得超开心的，就是能够代表台湾去参加奥运，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了。世界上你要前十三才有机会代表台湾，奥运就是所有运动员都想要在上面证明自己的一个舞台。然后也希望可以为国家争光，以奥运做一个终结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退役的舞台。三个形容词形容你的搭档王麒麟，高富帅。那用三个形容词形容自己。蔡妍讲的矮胖丑。三个形容词哦，嗯，低调、沉稳。刚在想有钱，但好像也没有挺有钱的，想一下，换一下，会打球。